吗？好吧，没关系。好，比赛准备要开始了。好，双方都实力很坚强哦。我们来看看，推塔里面的篮球场。将紫色这一队是香蕉鸡板苗，绿色这一队是米老泉。好，我们以下就是紫队跟绿队来做一个简称。双方一样非常快的方式，尽量跑到场地中央，看谁先能够取得塔，开始推定推塔的一个攻势。这是黑人香蕉鸡蛋喵当中，哎呀，成功用一个暴风把对方两人给解决。哎呀，很显然，比起把对方给解决掉，这比起的角度真的运用非常厉害。然后我们下面先看，哎呀，双方攻势都很猛烈。现在双方杀来杀去的。但是现在橘子加油，好的。然后现在开始，先由紫队的 Nico 目前站在推车上面，好，然后目前紫队第一关突破，那我现在看你们有办法紫队获得第二关的一个途径呢？成功，第二关再度突破。那目前在那个规则是说，当然每过个站，他们会先停留一会儿。那这段期间通常是对方的一个攻势的一个机会的开始。哦，现在，哎呀，一直被对方进行温泉的这一个什么起点杀，但是呢，没有人推塔，所以塔又暂时被推完。他现在是高压绿队高压水柱，很成功的逼的紫队无法靠近推测。那像目前看。这是黑轮的机枪，现在机队的这个高压喷枪又成功把对方的人数消减了，这塔又可以再继续前进。但是这边又是没有人在，有这一个，我们现场听到了猫声，猫叫声，为什么会有猫叫呢？现场观众一片骚动。轮的机枪目前非常准确的瞄准了车子上方，啊！哎呀，被一个粘弹给炸掉，不是粘弹，是小机器人。那现在这个 Nico 绕背，想办法把对方的防守的势力给压制住。Nico 开始了暗杀，可是被对方的压缩，那个压缩炸弹，我们也是。哎呀，对方的一个。年弹成功，要年弹，好的，成功把对方塔上面的人给解决掉。现在你老公有办法把这个塔就往前推吗？但是绿队的绿队好危险，我要埋伏，大家目前对绿队。哦，现在他们在努力的推塔中，但是立刻就被解决掉了。哦，还有人在上面，但是还依然就是立刻被解决掉了。现在基本没有守塔的这一个实力非常的坚强，他们没有给对方任何的机会。他没有成功突破第一个关口，现在依然香蕉鸡板苗的优势。现场听到黑轮的惨叫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哎，这个开高喷枪立刻就被对方的这一个导弹给解决掉。现在我们继续战场。对方想要上塔去近距离攻击，但是结果被 BNN 大给，哎呀，我才刚讲完。另外一边的这一个格林成功守住了这塔上面的黑轮的格林，很准确的瞄准了 BNN 大。现在目前黑轮就想办法拉住小虫。哎呦，鸡腿，鸡腿成功一口气解决掉对方两个人，那对方攻势好有力。鸡腿站在塔上面，在用他的这一个大量的墨水。哎呦！哦！鸡腿的纵滚成功的远距离喷杀了绿队成员。开始开水刀在进行加速。哦，又干掉一个人了。相当非常猛烈啊！这个鸡腿，鸡腿在攻击。鸡腿在现场是很有人气的，每杀死一个人，
那马上现场都会有观众在现场帮忙欢呼啊。绿队始终没办法接近塔，现在目前时间倒数，剩下最后一点时间，绿队如果没有运在塔上面的话，比赛就结束啊！绿队被全灭了。好的，比赛结束。这场比赛由香蕉羁绊喵获得了第一胜。好，现在目前进行第二回合。哦，鸡腿二十杀 ，BNN 也很厉害，总共十九杀。你们这样叫我们很紧张。单车场，那规则呢？还是抢地 ？OK。单车场是？单车场就是这一个昆布。昆布。嗯，好的。好。双方准备中。摄影机好像没有拍到另外一边的。那我问一下店，要告诉一下店长，我们的摄影机好像目前出了一点状况，在角度全部在照，全部在照那个香蕉羁绊喵的成员。对，那个。香蕉羁绊喵全员 OK， 目前在等米老全。目前有成员米老全成员断线。比赛就赶快开始，然后赶快结束，就换下一场。因为有人断线的关系，所以这一场就不算输。啊，这是场无效的比赛啊，因为目前米老全成员的人断线中哈。那我们目前尽快结束这场比赛。其实可以从这场比赛看得出来。双方即将用的武器有很大的改变，我们正发现那个竹筒枪出现了。那竹筒枪到底威力如何？我们在这场比赛中应该看到点端倪。现在由香蕉羁绊喵直接把这块地给占。怎么有人在原地滚筒会原地在画画呢？原地画画通常都是为了要猎杀那个什么狩猎狩猎这样。然后有人在一直这是一种交通指挥的表现吗？我们非常好奇这个动作，我还没看过，太厉害了。所以这是原来这是一个搞笑比赛吗？我们是努力创意茶包大战。也许因为这场无效比赛，所以大家都在乱玩。不过很有趣的一个画面是一直在挑衅中，双方挑衅中，跳。非常和乐融融。我们很少看到七蛋有这么和乐融融的。他们真正遇到一个人断的时候，有一点。好，非常。
可能在愉快的气氛下结束了，因为是无效的比赛。那我们现在明老拳的成员回来了吗？好 ，OK， 那场地规则依然维持不变，那成员也就是这样子维持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看大家摩拳擦掌状态哈。嗯其实有过第一回合的这样比试吼，枫叶大，你觉得这一次有可能哪一边比较有机会获得胜利？我自己是觉得怎么讲呢？三六七半喵他们有长期的合作的那一个培养出来的默契，所以呢，我是觉得他们应该会比较容易，就是稳住自己的实力。其实面对对方的那个反攻，也有办法压回去。哦，店长来了。这现在第二好，现在目前双方以最快速度跑到了场地中央进行争地。现在想要撵的却没有撵到对方 ，BNN 大有点可惜。我们看，哎呀，你会被这个钢笔的这个攻击给毁掉。然后现在还用了这个短剑量锁呢，也需要更多的人发出了我们帮你的。好，成功用导弹解决掉了对方一个人。好，现场一片欢呼啊！很显然，目前高人气鸡腿在那努力，大家不要。但目前大家为他加油。高压喷枪又解决掉了一个人。哎呀，好可惜，鸡腿差点就解决了。他们目前还没有被对方给占领。时间目前倒数只剩下十秒啊，这非常激烈了。哦，连续两杀，鸡腿的表现真的太杰出了。五，哇，三二一，比赛结束。这场比赛非常迅速啊，鸡腿。交击班喵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。米老拳这次居然阴沟翻船，真是不，可是还是他们表现非常优异。我们先看鸡腿他们几杀呢？鸡腿六杀。哦，还是一样，在这里面中佼佼者哈、哦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看赛程表，下一个要进行的是